有11位，然后大概伤势比较严重的有2位，那、啊、其他的可能大概因为有浓烟，就出来都在有呛到。这个是研究需要的事。研究需要。那是做您的，做您是算是他们的老师，那是您的实验室。对对 对, 对。是研究，都是大学生还是硕士？研究生，硕士。研究生。今天的实验，就我个人认知，应该没有太危险的状况，因为做过很多次。